个队的集村队员要回故乡冈山度假去了。龙队长坚持要他去他父亲墓地看看。集村很感激队长的一片好意。此时集村队员正满怀喜悦踏上了回乡之路。我能坐这儿吗？你吃吧。不用，谢谢。就当菜吃吧。我也尝尝。喂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到冈山。你呢？我也一样。你是他个队的？是的。真有意思。冈山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案情？有超兽，或者是出现了一只飞碟呀？不，我是回冈山度假的，给我父亲扫墓。什么？一个塔克队的队员去为他父亲扫墓？这太滑稽可笑了。科技界的精英，一个塔克队的队员竟然去拜访一个死者，这实在是一条重要的新闻呐。我来带你一段路嘛。行了，我还是乘长途车吧。不然我要生气了。那好吧。我到极北京。极北京有什么好玩的？有的。好吧，我们是同路，我顺便停一停，玩一玩。那就多谢了。没什么，这是日本发现者号。你上车吧。等等，我来开。这都是吃完牛放这儿的，你看人类的胃口有多大呀。那到底有多少牛逼圈啊？我听说有600万。600万呐、这些人呐真是虚伪，他们吃的猪和牛还假装祭祀。我说呀，从那一天开始就不该吃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也许是一种自责吧。我喜欢吃猪肉牛肉，从不怜悯，因为猪和牛他们生下来就是供给人类食用的嘛。高景军，你的家乡在哪儿？我的家乡？我的家乡离这儿很远。离得很远？对，我的家乡离这儿很远。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。我应该拿它作为一个纪念。你最好还是别拿。你是说它会给我带来厄运吗？最好别拿。一个塔克队员竟会说出这种话来。高警局，那不过是个牛逼圈专杀超速的塔克队员会。戴在手腕上正好啊。再见。高景军怎么样？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，该死的。还是把牛逼圈放回去吧。别管我，我才不信邪呢。混蛋。牛魔，抓住那个人，把塔克队员踩死。妈妈，早饭真好吃。你喜欢就好。你能待多久啊？今年是爸爸13周年的纪念，队长给我充分的假期。好啊。你是不是明天就能去墓地为你父亲扫墓啊？那个陌生人是谁？是火车上认识的。哦，
我不喜欢那些随手去捡牛鼻圈的人。他们都是无神论者。请来吧，牛魔，请来吧。什么声音？妈妈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啊！啊！这种怪声音是从牛鼻圈山传来的。但愿明天去扫墓，不要发生不吉利的事情。你那位客人还睡着吗？我们出去请他看着房子。好，你还睡着吗？高景先生，你是不是再想睡一会儿？如果你想再睡一会儿的话，那就睡吧，我们准备去海湾，你想来就来吧。反正你有日本发现号，那儿有橄榄园，鱼也很鲜美。哎，那次事故以后你没事吧？我只想好好睡一觉。那好吧，早饭就在桌子上。让你久等了，我们好久没一起去为你爸爸扫墓了。说的是。我们能去，他会高兴的。说长脚了。这是树叶子，不过这味道还不错呢。早上好，先生。吉村夫人，早上好。你的产品销路很好。夫人，这位就是在塔克队有出息的孩子。是，这位就是麦能化妆品公司的总裁。见到您很高兴。你们要去扫墓啊？是的。我是人，我是人。请你别把我当成牛啊！请你别把我当成牛，我是人。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头牛。这儿有许多这样的古迹，据说是五世纪留下的建筑。这山上种植的橄榄树是战争时期种的，算起来也有30多年了。这些风景脱离了日本的特点。你在这柱子旁拍张照，
有人以为你去过希腊呢。还是家乡好啊。请您饶恕我吧，别把我变成牛，别把我变成牛，我再也不敢亵渎你了。把它变成臭兽喀拉，让人类凝胶动物的愤怒。倒过来吃人了，哦，不得了了。谢谢您带我们参观啊。别客气啊，举手之劳嘛啊。我上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来了啊。超兽吗？他在什么地方？在鼻圈山的神社边，正朝这儿来了。他长什么样？他的样子像非常忧郁，右前腿有个圈啊。吉村是不是那个人？听说附近有头牛形的超兽啊。啊，我们吃牛肉会来攻击吗？得了吧，牛本来就是供人吃的嘛。啊，是超兽啊，是超兽来了。啊，超兽，超兽，超兽来了。马上就到。冈山有一头牛魔超兽，北斗、南、点子驾驶鹰号，山中鹰野驾驶宇宙号。是。末尾留在本部，拜托了，出发。是。超兽在吃橄榄树，我30年的努力完了。吉村要小心。妈妈，我是塔克队员，我要坚持到本部派人来。嗨！高警局。攻击吗？等一等，我要和吉村联系一下。吉村队员，是，我是吉村。我们要攻击了，怎么样？队长，请等一等。超兽右前腿也套着一只牛皮圈，他跟我刚刚认识的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在火车上，我结识了一位高警军。啊！啊！啊！你怎么了，吉村？
村好像遇到麻烦了。现在暂停攻击，我们快着陆。是。塔克队员们全部都在这儿了。看了，明天你就把塔克队和这海湾全部摧毁吧。最近几天我们发现这座山上的所有的古墓都被地下通道连接了，怪不得整座橄榄山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坟墓了。哦，我想此时的吉村队员一定是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。现在要想个办法杀死超兽，但不能毁坏古墓。队长，听我说。啊？那个超兽原先是吉村在火车上认识的，是一个从东京来的游客，可能因为他偷了一个牛鼻圈，所以才触怒了牛神。不会吧？因此亚波人就控制了他。你们看这超兽的右前腿也套着一个牛鼻圈，正好跟那个人一样。是啊，神秘的东西无法用科学解答，牛魔的愤怒可能是他们在祈求宽恕，没别的办法。吉村，好吧，避免伤害村里的人，用麻醉枪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牛魔，你会相信这种拙劣的祈求吗？你的人类的怨恨还不够深吗？啊，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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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奇怪，麻醉弹没作用。我的天哪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快走。队长，超兽迫近橄榄油箱，如果橄榄油外漏，全市会变成一片火海的。队长，
六百万牛魂的愤怒爆发了，是啊，艾斯，加油！哎，季村，牛魔愤怒了。牛魔的愤怒是对牛鼻圈的诅咒。不见了，啊，我不再游荡了，我决定在这干活了。吉村先生，我感到很抱歉。只要你没事就好，真的。靠近君，这里的橄榄含油量很高，你可以吃橄榄，别再吃牛肉了。不，牛肉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好，我们走吧。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星に僕らの願いが届く時、みんな